那么当初大家认为说这可能是那个时候阿拉伯之春在叙利亚，在叙利亚可能要开花结果了，没想到现在怎么不但没有开花，没有结果了，反而什么一大堆那个什么说很玫瑰的刺一样，统治者是阿萨德政府啊，基本上还是属于少数的这个什叶派，什叶派里面的阿拉维教派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